亲爱的孩子，神亲自透过云柱代表圣灵，要在白天遮盖你；火柱代表神的话，要在夜间照耀你。云柱、火柱为要保护你，为你征战，更要引领你向前走他的道路，立得稳定，坚强有力。这是他与你同在的证明。现在让我带着你一起来祷告，我一句，你跟着我说一句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谢谢你是我随时的帮助，透过云柱、火柱带领我、保护我，你总不离开我。我要紧紧跟随你，不可忘记你的恩惠。谢谢你与我同在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